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，很高兴在这早晨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被造的意义。是上层，我想要有你同在这。
在破口中，为这世代呼求，流泪如河，清心如水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世代，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祷告的大曲。站在破口中，站在破口中，为这世代呼求，流泪如何，清醒如是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世代，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。站在破口中，站在破口中，为这世代呼求，流泪如何，清醒如是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世代，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。Show.